今天在斑马线上的确确是合法的，不过这起车祸现在要问到底谁该负责任。南湖高架好，穿越马路，而当加速往前，交通机车照着 A 盘，其实直行发现跑者正在击闪，碰撞跑者南飞摔得四脚朝天，其实人车被甩飞，头翻转，没翻到地，碰到跑起来，听着一声撞得很轻。通过我们警方初步调查，双方均有责任。其实回过神问对方，你为什么闯红灯？跑者理直气壮说：“我在慢跑。”哎，这事故地点在斑马线上，双方较劲谁对谁错，争论不休。但其实两个人都有错。双方均有肇造者，他如果是走在行人穿越道上面的哈，可能就要有绝对的路权。他如果说我就在马路中间，突然间跑出来的话哈，这部分就那个行人造成比较大了。其实依照法规，行人在斑马线上的确有优先路权，意思是说在斑马线上行人闯